是单身的话就快到长春来找我吧，欢迎现场所有的观众，欢迎大家，欢迎欢迎。接下来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有请十六位可爱的姑娘，有请她们。就是我的爸爸，就是我的爸爸，我要长个单恋子来陪我一辈子，相信爱，努力爱，期待爱，我想和你谈恋爱，门柔情歌有意，我愿意门上跟个回家去，小伙伴的放肆没有什么用，我要的是个性，我的小心不求门当户对，只求感觉到为我的充满好想来交代，找单都不把他领回家，不想真的跟着我。 UD 776高产新领袖，放心种，放心种，感谢鸿翔种业对本栏目的全力支持。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节目的公众号，输入鸿翔种业加上你预测的本期牵手嘉宾的号码，我们会从中抽取一位猜对的观众，赠送鸿翔种业提供的鸿翔精酿套装。感谢九奈七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用好七选九奈，九奈七更耐久。本节目由为所爱尽所能始终坚守放心品质的完达山乳业特约播出。本节目更多独家精彩短视频都在西瓜视频，欢迎下载西瓜视频 APP 搜索观看全程热恋。西瓜视频国内领先的视频平台，给你新鲜好看。没有对象别上火，扫码报名来找我。单身男女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键报名全程热恋。不会用手机的老人，如果想要给子女报名的话，可以拨打缘分热线0431-88901890，我们在长春等着你。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四位小伙子的标签和特点了啊！这四位小伙子各有各的特点，一位呢是号称辽宁盘锦的火土匪。一位呢特地为了相亲在脸上动了一些手脚，还有一位是不想成为养猪大户的炸鸡店的老板。还有一位喜欢一见钟情的咖啡技术总监。我们首先要有请的这一位就是来自农安曹家岗子村大江屯的不想成为养猪大户的炸鸡店的老板，来掌声有请小伙出场。我要吃吃吃咱俩说谎了，这就是命。哎呀妈，大块的，我这小吃还吃不上，哎呀，这难受。这个是给燕子姐的。哎呀，二哥，刘燕又捞不着吃的了啊！等会又扭打走了。有鸡翅，有鸡腿，哎呀呀，你看看，哎呀妈呀！哎呀，我不想了，我不想了，干啥去了？这吃相，你们不灭他都灭谁？行行好吧，啊，有没有可怜可怜我的？冷脸，真是，我就这一趟，我还不信要不来两盒呢。我这太大块了，有点舍不得，这个行不行啊？哎呀！二哥有点像二道贩子，乞讨来的。你明显多嘛！我们先把掌声送给小二。哎呦我的天哪，这丢死人了！来，先做一下自我介绍，让大家了解了解啊。大家好，我叫曹斌，今年25岁，来自吉林农安。我的爱情宣言是：肥猪满贱我不干，拼命努力把钱赚。好，曹斌是吧？不想当养猪大户的炸鸡店的老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曹斌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大家好，我叫曹斌，这些都是我家的产业。我家是我们曹家岗子村大江屯养猪大户。我家养猪，今年
二十几年，98年就起步养猪，那时候儿子都岁数小，几岁时候，到现在都扩大规模了。现在能繁母猪有15头，一肥猪有150多头，又翻建了2栋猪舍，一共是2栋猪舍，一共是360平。去年赚了30几万，今年比去年价格更好。去年赚这钱，给我儿子在长春买了个首付楼。看我家这大院，这条件，在我们村都是数一数二的。我妈总说，你要是不知道干啥，你就跟你爸养猪吧。但我是认为，人一定要出来闯一闯，见见世面。19岁，我来长春上技校，从此成为了一名长漂。在长春这5、6年，我干过服务员，在工厂也上过班，在银行干过客服。摸爬滚打这些年后，我不想再给别人打工了，我要自己做老板。我是在我朋友的帮助下开的这家炸鸡店，没有花一分钱加盟费。来，跟我进屋瞧瞧。现在每天都能接100多单，月收入过万，小店挺红火，但是也挺辛苦，天天都干到后半夜3点半。还有现在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做饭，没招啊，硬着头皮学，也不能天天买着吃啊。现在什么红烧肉啊、可乐鸡翅啊，我都已经会做了。如果以后有了对象，我都可以做给你吃。哎，16号王老土，小伙儿，这儿呢。我看你短片放那个猪，你家都养啥猪啊？俺们家也是养猪的。我家养的是母猪、育肥猪。很多种，就是那个就什么老母猪、小壳楞、猪羔子啥的，你家都有呗？小壳楞是啥样的？小壳楞，你告诉我小壳楞是啥？小壳楞是啥呀？小壳楞就是小公猪。啊，小壳楞是小公猪，就是那种半大的小壳楞，啥也不懂。其实他这性格太完蛋了。那种性格好点的话，其实长人长还行。对。如果你要是你老丈人家也是那个养猪的，那个让你清个猪粪啥的，和个猪食啥的，你能不能干了？可以啊，能干。你们家养多少头猪啊？我们家也是那个2大栋猪圈，老母猪得有10多个，然后那个育肥猪是2大圈，那猪嘎子都不用数了。哎呀，反正我跟我爸供干一下，我都这型。我说我们家有猪，我就这型。你爸爸妈妈养的那些猪，现在大概猪的行情这么好，大概能值多少钱了？大概50-60万、70-80万左右吧。哇！那你为啥就是你家里边养猪，你不喜欢那啥的继承这个产业呢？这个产业多好，你知道现在猪有多贵吗？那咱俩那钱哇哈往裤兜里揣。因为我个人不太喜欢就是在农村生活，就是在农村就是说只有个小卖店，就是说的你有钱你都花不出去，你想买点什么你都买不着，想出去溜溜的都没地方去，就是我感觉太枯燥了。太枯燥了。你爸劝没劝过你说，哎呀，家里这么这养猪这前景这么好，你就不能跟你爸一起干？劝没劝过你？劝过我很多次啊。在我没开这个炸鸡店之前，就是那个时候我没什么干的然后我父亲就是让我跟他养猪，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然后我开的这个店嘛开这店。其实你开这店也挺辛苦啊。对一炸炸到凌晨3点，那跟那养猪那辛苦劲儿没啥区别。对，我也炸过，每天那身上就一股油烟子味儿。那不像在农村，在农村钱都花不出去，你这钱能花出去了，氛围不一样了，是吗？对啊。来看看4号大苗苗。哎，小伙你好，就是咱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也是那个如果不努力就要回家继承家业的人。我家是做殡葬行业的，我爸是做这个就是殡葬这些东西的他特别希望我回家给他继承这个产业这个不行啊，又给他送走了这个容易把他变成炸鸡。但我一直都是特别的拒绝，因为我一是觉得我是个女孩干这个行业就很奇怪就说出去好说也不好听，
那你说这都25了，这我还得找对象呢，你说这都把小伙吓跑了，谁跟我处对象了？咋能吓着呢？大家都知道那个扎的那个小人儿吧，因为它特别轻，然后因为库房很大，这个东西就都给它放到那卫生间的那个棚顶上你得开个口啊，你还得往下拿，对不对那东西轻。有一天我上厕所，我一抬头，好吧，一个小人倒了，露个脑袋在那看我，我特别淡定。然后我就喊我爸，我说爸，去拿梯子把他扶上去。我妈真是呢。他们不说洗手间那个，因为不是下水道吗？是通往地狱的最直接的道路。我的生日是正月13，我妈妈在生我正月12的那天，还在那个就是花圈的那个上面那个花还在拧花呢，然后我就出生了。我有点害怕了。大苗苗，你们家干这个是从爷爷那辈儿开始干的，是吗？对对对，就是太爷爷那辈儿，然后干了多少年了？有70多年了。哎呦，干了70多年了，据说是你们家那一块儿应该把这个行业都垄断了，是吗？对，我说那个我以后不行，我就回家当殡葬界的龙头老大去。你这样过个什么清明了？买纸啊，买纸，买纸钱省了。嗯，对。你会介意吗？如果找对象，对，像刚才大苗苗说的，会介意吗？我不会介意这个家庭情况。我跟你说，老挣钱了，你上我家继承家业去吧。我爸都说了，我卖一次的东西都赶你唱好几首歌了。殡葬事业的产业链已经形成了。嗯，对，就给他带走了。大苗苗和我们这小伙两个人都有共同的这个经历，都不想回去继承家业，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先拼出一番事业来，对，是吧？对，所以能够懂彼此啊。好，来看一下小伙第二个短片。我之前只处过一个女朋友，因为性格不合分手了。她是个慢性子，而我是个急性子。约会从来没正点到过，这够急的。早上出门化妆得1个多小时，干等出不来，这够急的。让干点啥，咋叫不动，肉筋筋的，这够急的。我这个人时间观念很强，每天几点几点干什么我都是有计划的。我手机定了一排闹钟，我每天是9点半起床，10点半烟机，下午4点半的时候订货，凌晨3点半的时候收拾尾声。我一天这么忙，哪有时间等你啊。不过对于这种慢性子的，像王老慢似的，我也有招治你。你要是约会迟到，我就每隔3分钟催你一次，往死了催。催了10次以上，你要是再不出现，那我转身就走。这是对于初犯，如果要是惯犯的话，我会把约会时间提前2个小时告诉你。假如说10点约会，我会告诉你8点来，这样的话咱俩时间就能对上了。我好，王老妹儿。你好，小伙儿。你好。我其实不是那样的，我跟你说，就像你说什么你以后要治我的话，哎，不是治我啊，治你的女朋友。10点约会，你跟她说8点到，那我让你骗一回，还能让你骗2回，我傻呀？我觉得当你被我骗一回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就是等着这个难受了，可能下一回你就不会再去迟到了。我不是时间观念不强，因为我吧，我就认为所有的事儿都赶趟。那王老妹儿，你说说你这种慢呢？比如说你上学的时候，你住寝室啊，那其他的室友没说过你吗？你太慢了啊！我主要的慢的几点是吃饭慢，出门慢，就以前上高中的时候，早上大家不都起得早嘛，然后着急上学，6点多钟，我姥当时从来不给我做面条，就是说。孩子早上吃面条赶不上上学，一根一根吃，就怕我迟到。那早上要吃米饭不是更麻烦吗？老妈，我早上吃面包。我特别好奇他这么慢为啥还8、5、7呢？所以你找不了这样的姑娘，你得急死是吗？对，我得急死，因为我本身就是性格也比较脾气不是特别好。那你脾气还不咋好啊？嗯，不好到啥程度啊？我瞅你现在还挺乖的，不像脾气不好的样啊。就是我有的时候就假如说
啊，像他这种情况，如果我俩就是说真的哈，我肯定已经就是急眼了，就是转身就走。啊，你的急眼就是转身就走。对对。不吵架。啊。来，石榴喊完了土。那个小伙，我就想问一下你，你之前那个女朋友是怎么慢的呀？她也慢吗？有没有她慢？哎呀，我不慢，有没有她慢？对对，跟她差不多吧，就是也是说吃个饭就是能吃俩小时，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每天店里边比较忙，就是然后她不上班，偶尔就是来帮帮我嘛，在一起吃饭就是这头已经忙不过来了，她还给那吃能吃一个饭口两个小时，黄了就对。而且我这个人性子比较急，就我吃饭就十分钟，就是说吃完就立马就沙楞的干啥就去干啥去。那剩下那一小时五十分钟就在那儿看他吃呗。对，我俩出去就是包括我俩就是有一次出去洗澡啊，然后就是我半个小时洗完了，然后我出来等了他一个小时还没有出来，然后这个时候我给那个女宾，我让前台给女宾打电话叫他，然后他也没有出来，然后女宾说他没找着这个人，然后后来就是等的那个大堂经理就以为我买不起单了，给那坐着，后来就是又等了半个小时才出来。他总共洗了，那把我急的，总共洗了多长时间呢？洗了得有两个半小时左右。哎呦天哪，你是不是在外边等的都担心他在里边被淹着了？对，我都担心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他先走了没有告诉我呀。所以说就是为什么说要找脾气秉性差不多的，你说这一个急性子一个慢性子，对吧？你这边都急得都火上都火上房了，那边像王老妹这性格没事来得及，车有的是，你说这俩人不得干仗吗？俩人性格要差不多就 OK 了，是不是？是啊。生活中曹斌是个急性子，但是找对象这事儿还真有时候不能急。嗯，还有我就觉得以曹斌这个现在这个现状，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富二代了吧，对不对？当然。对呀，你看看。王哥有钱呢。对，算是一个小富二代，但是人家也没靠家里面，现在自己你看看，每天炸鸡到凌晨三点，又能吃苦，然后呢又能赚钱，我觉得是一个潜力股啊，也希望电视机前的姑娘多多留意一下。好，掌声感谢曹斌，加油加油加油。长春的夜依然灯火阑珊，有多少人在红旗街头转身而散，开始的拥抱总是那样温暖，在结尾。感谢位于沈阳华府新天地 C4 座的情境婚恋为全程热恋辽宁省嘉宾见面会提供的场地支持，感谢博朗化妆造型美容学校对男女嘉宾及主持人的造型支持。没有对象别上火，扫码报名来找我，单身男女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键报名，全程热恋。不会用手机的老人如果想要给子女报名的话，可以拨打缘分热线0431-88901890，我们在长春等着你。好，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小伙，这位小伙为了相亲特地在脸上动了一些手脚，哎呀，好期待哈！是嘎双眼皮儿还是咋的了？来猜猜猜猜，动哪儿了？垫鼻子了吧？十六号，我感觉他应该是给腮帮子上打针了。腮帮打啥针呢？就是嘛了，妇科尿酸瘦脸针。咱也不耽误，咱屯子也没有那玩意儿了。咱屯子。我说不那么。给腮帮子上肯定是打那种瘦脸针了。嗯。那十一号小哪吒，我觉得大洞的话应该也就是隆个鼻啊，如果小洞的话我觉得是双眼皮埋个线啊，填个充啊，然后打个那个嘟嘟唇啊，这个有点过分了。男的打嘟嘟唇，我也觉得一个男的那嘴这样出去属实有点过分呢。小哪吒，你这还是小洞，我估计这些项目都动完爸爸妈妈都不认识了。我还王老妹，你那个不是小洞，我认为他可能是封一个耳垂啥的。啥封哪儿？封耳垂。这还用花钱往这封吗？就是显得富贵，面相好。哎呀妈，这想的都挺周全的。不知道小伙究竟在脸上动的什么手脚？来，掌声有请小伙出场。全程热烈。心胸宽广，豪情万丈，中道一番侠骨柔肠，喊动我爷们儿，贼拉拉的强，我都是火海。大家好，我今年28岁，
来自吉林长春，我叫夏伟杰，我的爱情宣言是能干小伙，心疼媳妇儿，为你花钱从不打扮。你好，伟杰。你好，你好，燕姐。哎呀，我刚刚跟大家说了，在脸上稍稍动点手脚哈。啊。哎呀，我这也看不出来呀，是耳垂动了，还打了嘟嘟唇的哈。这不平时工作吗？坐在太阳底下，完了脸晒伤了吗？啊，脸晒伤了。那晒伤了咋做的手脚啊？头两天去做做面膜，去做护肤，然后现在好一些。你看，对于男孩来说，做做面膜、做做护肤，这就算动手脚了。要平时连个什么护肤的都不抹是吗？对。那这能不能今天咱就这么蒙面大侠相亲呢？还咋整啊？啊？哎，啊，可以揭开。可以揭开哈。转过来说三二一，咱转。对，来啊，三二一，请转身。是面具一摘，不就是华冈宋晓峰吗？哪晒伤了？我怎么没看着？哦，这边啊，这边呢？这边没啥大事了，应该没啥大事了哈。啊，来，我看灭的灯。哎呀，你挺勇敢呐啊！灭的是16号王老土的灯哈。哎呀，我错了，姐。跟谁俩结姐？你瞅你上台，你不扎扎的，还你不知道你来找对象，不知道你为你叫巴扎黑，跟个蒙拉丽莎似的。主要你太虐了，姐，我错了。你别还叫姐姐，你那腮帮子，你不是腮上样子。老妹儿，我错了，老妹儿，我错了。你跟谁俩？老妹儿，我可没有你这个哥呀。完了，碰上对手了。哎呀哎呀哎呀，先停。你为啥灭他灯？我先问问原因啊。太讷了，有点驾驭不了。他有温柔的时候啊。就你那大体格，还驾驭不了我呀？温柔的时候。我瞅那腮帮子温柔不起来。看着没有，我盘姐说话多茶了，藏性的就藏性。对，你们在第二现场，你们这四个小伙子有没有说过想灭他灯的？有没有说过？我嘛都说兄弟你来扛雷，我说行，这个雷我来扛。你上我这踩炮来了还挺身而出啊？啊，这不踩地雷上了吗？他特别乖，他灭完你回来就开始，对不起，我错了啊，我错，态度好啊。来，缘分天使3号思思来。谢谢小伙你给我的缘分天使啊。我想问问小伙你是喜欢我这种温柔类型的吗？对，喜欢稍微温柔一点的那种，淑女一点。那你挺有眼光的啊。行啊，我们看出来了，就是不喜欢太呢的啊，喜欢这种温柔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伙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我叫夏伟杰，28岁，我是一个爱折腾的人。我之前是一个厨师，但是我不甘于现状，开始做起了生意。我开过大排档、烧烤店、火锅店、甜品店，但是由于经营不好都赔了。后来我改行做了二手车，虽然很累很辛苦，每天起早贪黑，冬天挨冻，夏天暴晒，把我脸都晒坏了，我也没有啥后悔的，人生继续干就完了。这个是我打来的江山，我的二手车行，别看店面小，每天的成交量大概在5-6台左右，我的月收入在2万块钱左右，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我现在在长春有2套房，一套父母住，一套自己住。我啊，现在急需一个能帮我管事的老板娘。我家的老板娘嘴皮子得厉害，能张罗事儿。当客户跟我讲价，不好意思拒绝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出面，要不然总讲价，咱这买卖不得亏大发了。来，2号孙悦，他老姨。小伙你缘分天使是不是给差人了？我看你短片说的那些你想找的，这不都符合我吗？你就什么管钱呢、讲价，这不都适合我吗？你这种性格是我喜欢的那种性格。那你觉得我这种性格怎么样？别谢谢，说我性格啥样。我总感觉他说话就有股狠劲儿呢，就是你有点害怕。你觉得他呢不呢？不瞅，现在这么瞅好像不是太呢。瞅着不呢，说话呢不呢？说话还行，说话挺讲理的。有眼光，挺有眼光。我真挺讲理的，你就说你要给我带出去，你什么卖车啥的讲价你不好意思，我上就完了，我好意思。
哎，你王哥要买车，兜里就8块钱，你看这车。王哥真是辛辛苦苦这么多年，真想买个车，就买个二手的吧，买一个捷达就行。你想买哪年的呢？得看。10年捷达能开、就是。10年捷达，那就几千块钱呗。几千？5000。王哥，你看你兜里多少钱呢？王哥。这弟弟弟妹，王哥这儿还差4980。没事，咱这么熟。啥玩意儿？没事，你上一边拉去，你管账我管账。你说，那你不是王哥，你这你是来买车来了，你还是来讹车来了？4980，那你差太多了，你多多少少。这不是跟弟弟弟妹，我不拿你们当外人吗？哥这就在这儿一堆一块儿，这账死不了。有钱了就给。跟我媳妇商量。兄弟，你给王哥撂句话，你今天是要这王哥还是要媳妇？你听谁的？好好想想。要媳妇。哎，小伙儿，你听明白了啊？你看，就我这种类型，你应该找这种类型的，别瞎瞅，听不听见？这意思就是，那意思就是3号李思思不是这种类型的呗，是不是？哎呀，那看能不能管事儿呗，咱关键时候事儿上见呗。就你那捷达，你说你是想20块钱给王哥呀，你还是想挣那6000块钱，自个儿寻思呗。不虎的都得知道咋整，是不是？这绝对厉害，能当家啊！能当家哈！来3号思思，看这样的能不能当家。王哥那个车在2号孙悦那儿没买成，现在如果你们俩牵手了，你跟孙悦不一样，是不是？你给王哥个面子，这车你能不能先卖给王哥？哥，给你了，给你了。完了，赔了。从你往后一下看到底。咋就给了呢，思思？王哥。都把我俩给撮合成了，那就给他呗，不差20块钱了。哥，你要啥都给你。真的？那啥车你随便挑。那哥，这20块钱我换了，我不买捷达了，我想看旁边那 A6 挺好。对，你挑点好的，好的也给你。哥呀，我送你个模型。一点底线没有，一点原则没有，就这样式能干买卖？那都得黄多一年铺子呀！那就这样式媳妇能找？我的妈呀，啥眼神啊！你要想想，我这次咱俩的车给王哥了，可能下次王哥会给咱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客户。他给你说错了，他给你带来很多很多拿20块钱买车的客户。对，来16号王老土啊。就那样，李思思，你就我都纳闷来了，那挎我轴子都得赔丢了我，你就还得找一个呢的。来，王哥，你上我这嘎达买来，你上我家买车来。这老土啊，我哥不买了。哎呀妈呀，这老土讷起来啊，啥样的咱都见过，那温柔起来更是没谁了啊。胖大的小哥哥，我可爱吗？我可爱吗？我可爱吗？咱也不知道这小伙有啥魅力啊，这让老土都这么温柔了呢。大伙呢都别着急，哎，咱一会儿接着看啊。就是不太会，真是不会。嘴笨小伙可以给姑娘气够呛。咱俩唠嗑第二句话你就给我整崩溃了，我是不是得给你两组那种的？咱拦不住的，啥样的人都往上整啊。那你要不找我，肯定不再找你。非当继承人，哭着起争执。咱俩就扯淡配的，反正我也会撒娇，打情骂俏才三个，至于我何地呀、啊？这咋还吃上醋了呢？贼拉刺激的节目就在本周红墙种业全程热恋，我给你留到最后啊。来，王哥，你上我这嘎达买来，你上我家买车来。这老土啊，我哥不买了。哎，不是，你不是一直要买车吗？你这等待，我觉得这骑个自行车也挺好的，还锻炼身体。啊，那个兄弟，你们两口子把日子过好，生意越来越红火。车哥完了再说吧。小伙，你看不看？你选择不同的对象，真是这事儿就不一样了。人思思那样的，王哥在那儿那就是面子。那要选中2号孙悦和16号王老土这样的，那王哥这就是鞋垫子。选哪款？再看看。来，6号放帘。哥，你看我面熟不？我感觉我看你就跟我照镜子似的，你跟我哥长得一样色的。他俩体格一样，我觉得他俩性格也老像了，经历也老像了。瞅你确实挺面熟，可能是前世的兄妹，没准。我也特别喜欢折腾。我14岁跟我妈出来开饭店，
开了不到两年，饭店挺挣钱，但是娘俩开饭店，天天忙到后半夜，一忙到后半夜把那帮酒蒙着。说实话，有的时候没事，小老妹你多大了，我那14岁还想占我点便宜，我妈也受不了。然后就对了，对完之后跟我妈俩人也不能说不挣钱的，就整个了超市，结果让人忽悠了，那超市根本不挣钱。对店的时候人家是找人演的戏，所以说又让人骗了一笔对店费，干了一年多房租赔进去了，又租房租还是赔，最后等咱这点买卖之后彻底是在我家钱都赔的没有了，还欠一屁股债。后来没招了，想说养点猫挣点钱吧，赶上宠物行又不好，又全赔了。我跟我妈两个人是连家都没有，我们在沈阳前几年租房子，有一回我清楚记得还有一个月要交房租了，我跟我妈只有43块钱，这个钱是吃一顿饭就没了，但还有一个月交房租不多，也要交7000-8000块钱。我觉得一个普通人想有钱太难了，就是甚至我努力完成的，就是完成了一个普通在场所有女嘉宾什么都不需要且出生就有的东西。在我人生一度要放弃，我觉得我这辈子就认了，就这辈子就注定是这个社会上的小人物，就这辈子能吃饱能喝能动不着就可以的时候，我想创，我想再折腾最后一回。我当时把我信用卡里最后那几千块钱全套出来了，全部压在了我现在这个服装行业上。这最后这一次我总算是压对了。现在我虽说没有达到那种还在还贷款，但只不过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我自己买了房子买了车子，完成了我妈这么多年享有一个家的梦想，每个月给我妈拿生活费，自己一个月还能再剩个几万块钱，我觉得这种日子挺幸福的。这个经历咱俩真的很像，很像亲哥呀，很像。有心人天不负啊，你若不放弃自己，没有人有权利能放弃你。是，我觉得这样的年轻人才真是给自己加加油，加油。所以也是把你们的故事送给每一个正在奋斗的年轻人，多励志啊，是吧？来看小伙第二个短片。我之前处对象特别舍得给女朋友花钱，我会给她买小树林迪奥999，纪念日我还会给她买钻戒和项链，只要她想要我都会给她买。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对自己特别抠，洗面奶都不舍得买，衣服那就更舍不得了。我俩在一起一年给她花了10多万。后来还是分手了，分手之后我想明白这件事情，处对象的时候不能光对女生好，也要适当的打扮打扮自己，捯饬捯饬自己，不能让自己越来越邋遢。以前的我呢就是对自己特别抠，现在呢我想明白了，我每个月都会给自己买衣服捯饬自己，只有让自己捯饬的精神了，才会遇到更好的另一半。我不喜欢那种爱玩爱蹦迪的女孩，因为这样的女孩呢每天晚上回家都找不着人。我喜欢的女孩呢是那种正经八经踏踏实实能干的女孩，只有这样的女孩呢才适合做我未来老板娘，你是吗？来四号大苗苗。哎小伙你好，刚才看了你的短片呢我就心里有点不太舒服了，因为我跟他干了一件一样的傻事儿，就是刚才看到他短片里说给女朋友花钱，但是我不是，我是给男朋友花钱。我跟我前男友在一起快2年的时间，用我爸爸的话说，我给他花的钱可以在长春买一套全款房。当时就觉得说我对他的那种爱像是一种同情，因为他是父母离异的，没有人去关心他，我就觉得我和他在一起我一定要给他我足够的爱。我们两个在一起生活，他没有工作，连家里几10块钱的电费都是我来交，他从来都不会拿这个钱出来，他的每一件衣服都是我买的，但是我没有换回来一个好的结果。我发现他出轨了，而且是4个，当时我自己内心特别接受不了，但是我想挽回这段感情的时候，我选择的是跟他好好的交谈一下，但是他没有跟我好好交谈，我们选择的是动手。
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我特别后悔，我没有听爸爸妈妈的话。如果在感情当中是不平等的，你一直是卑微的付出的话，一定会让另外一个人得寸进尺的不停的索取。我觉得好像伟杰也有这种感受是吧？那时候也不是很有钱，总想把最好的留给他。大概是花了多少钱？跟他处了多长时间？处了一年多点。啊，花了十多万吧。哎呦，没少花呀！现在后悔吗？不后悔。其实王哥跟你说一句啊，用钱投资换来的那叫买卖生意，用心用感情换来的那才是爱情。现在看到市场上16盏灯都灭了哈、啊，我觉得伟杰今天给我们这个感觉，还是一个挺有目标感的。自己现在做二手车，一个月的收入，啊？2万左右。2万左右是吧？我觉得这个自己是有自己的目标，想要以后过什么样的日子是非常明确的，这一点我想我们台上的姑娘应该都已经看到了，只不过缘分有点缘分没到啊、嗯！掌声送给伟杰，加油加油加油。优迪776高产新领袖，放心种放心种，感谢鸿翔种业对本栏目的全力支持。本节目由为所爱尽所能始终坚守放心品质的完达山乳业特约播出。没有对象别上火，扫码报名来找我。单身男女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键报名，全程热恋。不会用手机的老人，如果想要给子女报名的话，可以拨打缘分热线0431-88901890，我们在长春等着你。接下来有请的这位小伙来自辽宁盘锦，人送外号活土匪，掌声有请小伙出场。好，热烈东北爷们就是棒，要么有么要张都张，心胸宽广豪气万丈，大家好，我叫赵磊，今年31岁，来自辽宁盘锦。我的爱情宣言是：处对象，认真做，认真工作，随便乐。你好，赵磊，这爱情宣言再给我们说说呗，我看你到底喜欢啥样的，没听明白啊？处对象，玩命做，做事认真，必须乐。太难了，是不是小伙儿啊？有点紧张。嗯，感觉像绕口令了哈。对。啊，号称辽宁盘锦的活土匪，咱来看看短片了解一下。欢迎来到盘锦。我来了。大家好，我叫赵磊，今年31岁。我的工作呢是一名辽河油田的在职职工，五险一金，有一套属于自己的70平的房子。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踢足球，我是一个为足球而生的疯子。9年前，我和我几个朋友合伙创立了一家足球队，在球队里，我担任球队最关键的位置——守门员。这是我的荣誉墙。在2013年呢，我和我的球队获得过2013年沈阳市大区联赛冠军。在球队里，我有一个响亮的外号“活土匪”，因为我这个人呢蔫儿坏，喜欢整蛊，经常会整蛊一下我的队友。我整死你！花落水流。处对象的时候呢，我也会恶搞你，但在你睡着的时候，小心你的鼻子，我会拿棉签或者药黏糊在你的鼻子里呵呵了你，让你睡不好觉。但如果呢？我们相处好了呢，我还会带你去恶搞。我前女友总被他们村里一个人欺负，但我知道了，然后我带我前女友去报仇了。我带我前女友在她家门前挖个陷阱，还堵了她家烟囱，甚至还往她家灶坑里扔了个二踢脚。总之，做我女朋友不可能让你受气，每天还开心快乐。虽然我喜欢恶搞，偶尔呢喜欢恶作剧，在队友眼中呢我就是个活土匪，坏透了。但是
我确实是个实实在在的好人，这就是我作为好人的代表。在2005年呢，我见义勇为救了个小孩，这就是小孩家送给我的，这可以证明我是个好人了吧。当时那孩子眼瞅就从那个3米高的滑梯顶上掉下来了，当时想都没想，用了一个守门员飞身救球的动作，把小孩牢牢地抱在我怀里，给我砸的脑袋也轻微脑震荡，胳膊也骨折了，但好在孩子一点事没有，毫发无损。就在这件事儿结束之后呢，因为我的胳膊无法再去踢球了，也就宣告我的足球生涯就此结束了。啊，这个老乡哈，石亮好，王老土。哎妈呀，啊，老乡给这儿呢。嗯，你好。就咱们老乡都这么嘎咕吗？我也这么嘎。最后一次当伴娘的时候，就我也没寻思，就那个粘汗毛的那个粘的那个东西，我也没以、啊、我没以为那玩意儿那粘，就是所有伴娘都说我粘他那个胳膊大腿啥，我说那多没意思，我就粘他眉毛，我就奔他眉毛去。粘的谁的眉毛？伴郎的呀，我当伴娘的时候就粘那个伴郎的眉毛。认不认识那个伴郎啊？不认识。然后后来就是那个一接下来的时候，就这半拉眉毛全都给他粘掉了，那当时老爽了。大家我想想你看看。苏扰苏扰。哎呀妈呀。老乡就是如果你要是娶着一个就像就是比较那个的那种就互相捅咕那种，你能接受吗？可以。就是你能接受就你起来之后发现眉毛也没了，睫毛也丢了，完脑瓜皮它也锃亮，你能受了吗？哎呦我天，太残忍了有点。后边了啊，白富胖小伙带着神秘礼物上场，哎，姑娘们疯抢了。我虽然很喜欢你旁边的娃娃，但我更喜欢你。我觉得我就缺一个你这种暖男，你多留意留意我，这个熊我要定。我就纳闷了，你说这是奔礼物使劲呢，这还是奔人使劲呢？大家伙呢都猜猜啊，咱一会儿接着看。你家这个孩子干太大了，就是我感觉你就缺一个吆喝的，我可以站那个地儿那当街那嘎达，芭蕉面十三行，十三行十三行，芭蕉面十三行，十三行芭蕉面十三行。你感觉我这样的你能不能接受得了？就是继承咱家这一片产业。我接受不接受了倒不重要，我妈好像是有点接受不了。你妈接受不了，跟咱妈好好唠唠呗。这就是你怎么霍霍别人的，别人就怎么霍霍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这不是俩人都喜欢调了吗？哈，就调了调了，你说调了完了之后，你早上起来一看，哎呀妈呀，好像容光焕发，换了个新人儿。你能不能急眼呢？这种事不能，不能啊。我觉得这也是，婚姻当中或者是爱情当中的一种所谓的乐趣。这玩意儿，这你要真摊上一个一本正经的，就像他老姨这样的，是不是得急眼呢？啊？哎妈，高跟鞋都得上去了。那我得把你根撇一下，要不脑瓜子也飞。跟你俩结完婚晚上睡觉都不敢闭眼睛吧，那都怕第二天的头发再给我剃没了，眉毛再给我刮没了，都害怕这事儿了都。特别不成熟，因为我是那种谁跟我就是简单的开开玩笑还行，那你说一天大家都挺忙的，总那个整那个恶作剧啥的，我的妈呀，反正我愿意动手我得总动手，俩人的干的那就不能过了，对，就得打急眼了啊，肯定急眼啊，就所以说就得找一样的嘛啊。我还有王老妹儿啊，小伙儿你 好，刚才在短片中看见就是你也是救小朋友这个善举嘛，我觉得这个行为是非常值得称赞的。给我们说说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时候我跟我队友一起就是在公园散步，然后就无意当中就是路过一个就像儿童广场似的那种性质，嗯，然后我就跟我队友说了一句，我说你看那小孩就要马上掉下来了，在滑梯上。对，大概多高的滑梯啊？大概3米。哇，多大的孩子？3岁。你是什么样的动作扑上去的？一个守门员侧扑的一个动作，就像扑球那样的一个动作。但是它跟球不一样啊，这样下落的一个，尤其是一个人体，对，它这个你接到的那一刹那，是不是都瞬间就没有感觉了？
已经就是胳膊就当时就感觉麻了，就是已经就没有感觉没有直觉了，就是包括我这一路上去我队友送我去医院的这一个路上，可能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脚还没事吧。嗯，咱们来想象，你说这个孩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缘分啊？是的，高空坠落的那一刹那，他遇上的是一个足球队的守门员，而且这个如果要是常人的话，可能来不及做出这样的反应，是不是啊？对。好，你的这一个非常熟练的动作，但是你知道，对于孩子的这一生来讲，对于这个家庭来讲，有着多么大的意义啊！而且在做过这件事情之后，他所有的这个足球最大的爱好可能就放弃了。如果说用我的，虽然现在是一只胳膊挽救了条命，如果说换了说用一条命换一条命，我也觉得值得。好，真是太好了。那你现在胳膊恢复了吗？恢复了，可以正常运动了。平时低强度的训练可以，但是要是真正上比赛场可能就不行了。但是平时生活应该没有问题。对对对，平时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好啊，好，来，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第二个短片。现在呀，我最着急的事儿就是找对象。以前为了找对象没少算命，有说我今年能结婚的，有说我兔年能结婚的，还有的让我去烧个替身，试来试去啊都不准呢。现在啊，我也不信那些东西了。我也奉劝台上的田栗子，你也别信那个，真的没啥用。我呢，从小是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爸妈在我七岁的时候就离婚了，是姥姥含辛茹苦的把我拉扯大。记得小的时候呢，天一天比一天冷了，姥姥怕我穿着薄毛裤会冻感冒，姥姥呢就连夜把棉裤给我做上了。还有一次呢，姥姥看外面下雨了，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没有带伞，姥姥就是冒着大雨去学校给我送伞，结果回家之后我一点事儿没有，姥姥浇了个透。现在呢，姥姥年纪大了，也该我照顾姥姥了。当然了，咱俩要结婚呢，你要把你的父母接过来呢也可以，我也希望能够跟你的父母一起生活，然后将来我们一起孝顺他。好，来，十号田栗子。你好，小伙儿，我刚才看 VCR 里面你点我名了。那个，你这也经常算卦呀？经常算。你这个算卦说没说你今年动不动婚呢？我头来栏目组的时候我算了一卦，然后那个大爷说我今年适合结婚。我来录全练之前每一场这样都算一卦，就这回没算，像你说似的也不能全信，但是我就相信我的缘分肯定在全身练的。那完了，就是我想说是什么，其实吧，那个我着急结婚嘛，不是因为说是我这个人恨家，是因为我家里，因为我妈妈吧，就是之前你要看过我的反响应该知道看过。
十六号，那个我们老乡挺好的，有喜欢我老乡的赶紧抓点紧啊。但是我看他短片里说他是一个单亲的，我不想找一个单亲的，所以不好意思。没事。电力子为什么灭灯了？那个，因为我家单亲，我妈妈一个人，他家在辽宁盘锦，我要一个人过去的情况下，我舍不得扔下我妈妈，我让她过来，我听她在大庆油田，她是正式工作。我不可能那么自私的让他过来，我还过不去。是因为两地的问题。那现在是十六盏灯都灭了，想说点什么？也想到了说十六盏灯全灭。但起码自己有勇气站在这儿。这个对你来说其实是一个挺大的挑战。对对对。我觉得你在球场上应该是一个很自信很张扬的一个人，但是你在这个台上我觉得就是属于有一点害羞，有一点内敛，是吗？对，有点。所以能，我觉得今天能来到全世界的舞台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了。是的，只不过今天有点遗憾，回去跟姥姥解释一下。但是我觉得在节目上没有牵手成功，可能我们节目播出之后或者通过我们的网络会有人关注到你的，好吗？好的，好。那我们掌声送别小伙儿，加油。长春的夜依然灯火阑珊，有多少人在红旗街头穿梭，还是那拥抱，加油。感谢九奈七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用好七选九奈，九奈七更耐久。没有对象别上火，扫码报名来找我。单身男女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键报名，全程热恋。不会用手机的老人，如果想要给子女报名的话，可以拨打缘分热线0431-8890-1890，我们在长春等着你。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小伙了，这位小伙找对象就喜欢一见钟情，他是一位咖啡技术总监，来，掌声有请小伙出场。全程热烈。大家好，我叫张轩博，来自吉林省长春市，今年28岁，我的爱情宣言是咖啡小伙，有房有车，一见钟情，过品质生活。你好轩博。哎呀，这一出场啊，这熊是这个熊是签售以后我要送给这位女嘉宾。哦，是送给他今天牵手的姑娘的。对啊，除了熊还有一件小礼物。还有一件小礼物？对，还有礼物啊。在熊里。在熊里？对，还有礼物呢。这套路整的是一出一出的啊，连咱们老土都被折服了。我就先那种胖大走到颤连颤连毛肚的小伙，我老得意你了，胖大的小哥哥，我可爱吗？我可爱吗？我可爱吗？那大变样的王老土给咱小伙整的是直冒汗的。广告很短，哎，马上回来啊！就当你们俩今天第一次见面。来吧，小伙，温柔点来。最近有个电影挺火的，我说要不然咱俩去看看电影吧。大家第一回见面相亲，不得跟我说你好啊？你咋这么熟呢？不是网恋啊，不，咱俩不是网上唠嗑正常的了。第一回见面。小伙你好。你好美女。你看看一会儿你有什么打算呀？我啥打算呢？咱俩唠嗑第二句话你就给我整崩溃了，啥打算呢？你要领我干啥去啊？还有礼物啊？在熊里。哇，在熊里？对。哇，能方便透露一下吗小伙？现在不方便透露。你太急了。对啊，来14号舒淇。小伙谢谢你的缘分天使，你很有眼光，我虽然很喜欢你旁边的娃娃，但我更喜欢你胖胖乎乎的，是我喜欢的类型。谢谢。
舒淇从头到尾今天这一场没说过话是吧？对，人就说这么一句话，这齐了哈嚓的，这个意思递进的啊，这个层次分明的，用词准确，情绪饱满。对呀，真是啊。为什么把这个缘分天使给舒淇了呢？因为我觉得他长得特别可爱，第一印象对他非常好。在第二现场看到了是吧？对啊，对，来看看我们这小伙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咖啡就是那个接连着明天希望的媒介，我的生活就是与咖啡为伴。我是张轩博，28岁，目前我的工作是咖啡贸易公司的技术总监，月薪8000左右，在长春有房有车。我平时比较宅，每天过着2点一线的生活，不抽烟，不喝酒，不蹦迪，没有夜生活，除了上班就是宅在家里看看书，打打篮球。我跟女朋友在一起绝对算是一个暖男，在你生理期的时候，我不会让你多喝热水，而是会提前给你准备好红糖水和暖水袋，只要你跟我在一起，我就会对你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是呢，我不太接受邋遢的女孩，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爱干净的人。未来的嫂子你好，我是伯伯认识了6年的好朋友，然后在今天呢，我给大家爆个小料，伯伯是一个在生活中特别喜欢干净的人，每次做完咖啡，最起码要洗个7-8遍的杯子才能再次使用。生活当中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处女座，所以呢，他有点小瑕疵，就是有点洁癖。我觉得胖太影响健康了，身体负担大，小毛病也多。重点是找对象也不好找，瘦多好，灵活，找对象也好找。所以我的目标就是变成瘦子。我现在每天都在打篮球减肥，我不希望我的女朋友太胖。如果我相中你了，你要是胖的话，那咱俩就一起减肥，一起从胖子变成苗条的瘦子。虽然我在减肥，但我顿顿都离不开肉。我呢是肉食爱好者，每天都要吃肉，而且我不光爱吃，我还会做，我的厨艺也是非常棒的。来，3号思思，小伙你好，我看短片里说你是一个暖男，就是女生生理期的时候你都给她照顾得特别的好。我是一个不会照顾自己的人，就是我生理期的时候我还吃雪糕，我就对自己特别那个不好，我觉得我就缺一个你这种暖男，缺一个你这种暖男。而且你的各方面都很符合我的那个心动的那个男嘉宾啊，你多留意留意我。你思思的手都在放光，你呀各个方面的，哎呀都符合呀我这个呀。可是思思，我看你比划的这个形状怎么像旁边的那大熊目的不纯呢。来，16号王老土，那个男嘉宾你好，你说你那个短片里你说你想减肥，其实你就是我喜欢的这种类型，咱们不用减，我就先这种胖的走到颤连颤连毛肚的小伙，我老得意你了。你这几个咱不用，这几个词儿形容的是人吗？颤连颤连，我觉得形容的是他。咱不用减肥啊，咱家有猪，没事豪横随便，咱天天吃肉造肉，你说你相中哪个，前槽后槽可就是懒，没事吃猪肉还是有点胖的。没，我就得一胖的，我就成歇你这种类型的小伙，你多留意留意我这个熊，我要定了。谢谢王老土，你跟他说说你是哪种类型，胖大的小哥哥，我可爱吗？我可爱吗？我可爱吗？这后边了啊，也不知道有点啥啊，聊聊的还急眼了。哎，他可爱着了，哪一方面可爱，兄弟呀？行了，你别跟我犟了，太没原则了。对，有时候确实挺没原则的。这架势我就想知道了，那胖大的毛肚的大熊里边藏的礼物还能送出去了吗？啊，大家伙呢，喝口水缓缓。哎，咱一会儿接着看啊。你不知道人不能吃独食吗？老妹儿，你看行不？你把这个葡萄给大家啊，回头我家有事管够。我可没有你这个哥。你说夸夸我的优点。
哎，静静，我发现你今天真美。再来一句。而且人嘛也特别的好，懂得与大家分享。胖大的小哥哥，我可爱吗？我可爱吗？我可爱吗？刚才都给我兄弟怼成那样了，都没怼人呢，我呀少怼了，那头发跟个炮轰的似的，还给我灭了。你瞅你上台，你呜呜喳喳的，还你知道你来找对象，不知道你为你跳巴扎黑，跟个蒙拉丽莎似的。都给人怼啥样了都啊？姚姐，你是在说我吗？是的呢，就我俩小伙，你看我俩真稀。我俩哪个比较符合你的那个？比较可爱。我可爱吗？可爱。你看见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刚夸完你胖大毛肚的，他还可爱着了，哪一方面可爱，兄弟呀？你看我也毛肚，我这大眼睛多好看呢！拉倒。刚才呀捧着跟珍珠似的，现在瞬间的就灭灯了。哎呀妈，这翻脸比翻书快多了啊！来，十四号舒淇。哎，你好，小伙，我在短片里看你朋友评价你，感觉你挺格路的呀，我就贼喜欢那种格路的，我感觉那样就成有生活情调了。哎呀，好，不是，好，哎，那杯子呀，哎呀妈呀，就那么一个玻璃杯呀，洗七八遍多闹挺啊。但我感觉那样是就格路就是好，就是有一种生活的奔头吧，我感觉一种生活向往。对对对对对。哎呦我你不是你不嫌墨迹吗？舒淇，啊，一个杯子七八遍刷个碗那不得四十分钟啊。我就贼喜欢格路的。只是碰巧我某年某天遇到一个傻瓜，碰巧是我对可爱的他有些想法，又碰巧是无意便是擦出爱的火花。我两个格路的人碰到了一起，撞出了格路的火花，是吧？我只谈过一个对象，他是我的客户，我们属于一见钟情，没有表白也没有甜言蜜语，就自然而然的在一起了。我们相处六年，后来因为他家里不同意，我们就分手了。虽然这段感情结束了，但是我还是相信一见钟情，因为我父母就是一见钟情。我很相信一见钟情，因为在我们和谐大家族里边，我们哥四个一个妹妹都是一见钟情，都处了一个对象，都成功了。这么多年过得很好。我的父母都退休了，也都有退休金，都不用我操心。我希望我的女朋友家庭氛围可以好一些，我是冲着结婚去的，所以我想找一个靠谱点的女孩。哎，来八号莹莹。小伙，我看你那个短片里边说你家庭氛围特别好，那我家里的氛围其实也特别好，我在家都管我妈叫丽姐，我身边所有同学都叫我妈叫丽姐。然后我们家人的相处模式就像朋友一样，我们有什么话都说，那有什么事儿的话我们都会一起商量。不是说像那种有长辈呀和年轻人那种区别啊。所以说这点我觉得挺好的，你可以了解一下我啊。好好啊。二号他老姨。小伙，你那个之前那个一见钟情的那个女朋友分手了，然后你现在还是说相信一见钟情，还想找一见钟情的这个女朋友。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日久生情也挺好的呀。一见钟情是这样的，一见钟情首先两个人碰到都是有火花的，而这个火花特别容易摩擦出这个爱情。那你呢，爱情都处六年了，完了爱情没了，咋那么犟呢？没毛病，那都出那样了还一见钟情，你太犟了，研究研究吧。因为爱情可以让你放下很多东西，比如说一些原则性问题。那你太没原则了。对。他老姨觉得是要有的时候日久生情能够更让人更了解对方。对，日久生情会让人觉得比较踏实，因为你会通过长时间的接触，你会去了解一个人的性格爱好和各方面东西，通过两个人的磨合，我觉得日久生情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一般男闺蜜都是那样的。应该行了，你别跟我犟了，你都黄了还唠啥呀。
是他老姨就抓着那六年，那六年不是一见钟情吗？咋处理那六年黄了呢？你有爱心你就一直坚持下去啊。哎呀，你们俩呀，你俩要掰扯这事儿能掰扯老长时间了啊。这小伙是真招姑娘喜欢啊，后面俩三个姑娘溜达，小伙呢也是拿出杀手锏，哎，成功牵手。大伙别着急啊，一会儿咱接着看。你跟季彤现在你俩相亲，人季彤觉得你哪都挺好的，你也得给他个回应，回应一个。啊，哎呀，这让我为难呐。啊，怎么说呢？嗯，我是咋还需要这么酝酿呢？我感觉好像上台演戏了，是不是？啊。看到场上三号李思思，八号高莹莹，十四号张舒淇啊，三个姑娘的灯亮着，这三位都跟小伙有过交流。那接下来灭掉一盏灯，留下两盏，回到现场。接下来掌声有请八号高莹莹，十四号张舒淇，有请两位。问一个最想问的问题吧，问两位。我想问就是，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大概多久结婚合适？我觉着两年之内吧，因为我父母就是特别早结婚，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啥也都希望就是早点结婚嘛。啊，好的，莹莹，我觉得两个人谈恋爱的前提一定不是说，我想要去跟这个人结婚，那我一定是两个人恋爱到一定的程度，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现在的状态适合结婚了，那我们可以去讨论结婚的一切的事宜。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倒数五秒计时，看看宣博的选择好吗？来，摆起来，五、四、三、二、一。谢谢莹莹，谢谢谢谢。这是一个家的钥匙。是什么家的钥匙啊，宣博？是我们家的钥匙。虽然我不相信一见钟情，但是我见到他特别相信。掌声祝他们幸福。打喷嚏、头晕目眩、流鼻涕、奥福鼻炎光疗仪，临床认证红光治疗法，直达病灶，快速有效，荣获多项独家专利。鼻炎克星，奥福鼻炎光疗仪，咨询电话：04318874435。